我去旧金山。遇到不公义的事情。我是个练武之人，遇到不公义的事情，我一定要叫出来。这就是我们学武术的初心。No rules, you fight till you drop. 万师傅，万会长，大家想必知道。我已打败了哥连，秒杀了巴顿。我来趟美国不容易，还有最后一个心愿，和你对个波。我有把握能赢。哼，有这个本事吗？